有民众啊，晚间回家的时候发现说，这家门口怎么停放了一台轿车，而且就挡住了他们的出入口，车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资讯，很担心说呢，这隔天没有办法带发烧的孩子去医院回诊，因此就只能打电话报警。警方透过了车牌查询，联络上了车主到场来移车，但是这个住户实在是气坏了，因此呢，他在车上就留下了一张字条，说不要再犯这像是烂人的行为。这看到纸条的车主当场傻眼，违规照片拍下一辆白色轿车挡在人家家门口，造成住户难以通行，让屋主好生气，报警处理。要老婆小孩要去看医生，因为他之前就是发烧就看了，然后一直没有退，所以我们才会紧张。原来屋主刚满一岁的小孩有发烧的情况，隔天一早就要带小孩回诊，已经完成预约挂号，没想到半夜12点门口竟然出现一辆轿车，生怕隔天没有办法出门回诊，想要联络车主移车，却找不到电话。你说你明明有留电话，可是四个人看都没有，那就算你有留，这个东西跟没用一样。警方到场，透过车牌查询才联络上车主。车主到场后，却发现屋主在车上留下的一张字条。纸条上写着，车主挡住出入口的行为太缺德，旁边难道没得停吗？下次再这样，就要向附近的住户举报，直说这是烂人的行为，让车主看傻眼。讲说，这纸条是什么意思？我要告你们。我承认我的用字遣词很尖锐，因为我们是真的有需要，而且很生气。事后车主也在脸书上澄清，表示当时有留下联络电话，只是屋主没有看到，也不曾说过要提告。而网友对于屋主留下字条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，有网友觉得骂人就是不对，也有网友觉得挡住出入口就是有错在先。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一项五款，是处罚于嫌有妨害他人出入口处停车。事发就在26号晚间，花莲新城北埔一处民宅门口，呼吁民众不要随意停车，若真的遇到紧急状况造成无法出入，后果恐怕不堪设想。记者徐凯提、施品华，花莲报道。